这个和一堆男人在冲澡的女人叫蜜桃是个仙子，不懂爱的她却被伙伴龙猫给了一个任务，去找个叫海胆的男人教教她什么是真爱，并在她爱人面前说我爱你，任务便算完成。海胆在另一边正帮忙有人搬家，有人竟在招财便利站搬了个提款机，为了赶紧逃离把提款机滚下了楼梯，赶到的警察误以为海胆是劫匪便追了过去，海胆躲进了巷口的垃圾桶，师姐翻开垃圾盖却把龙猫当老鼠吓得连忙逃离。蜜桃这时从后面拍打海胆肩膀，一转头看见一丝不挂的蜜桃，还以为是个嗑了药的神经病，但免费的送上门，海胆当然不介意。蜜桃对海胆说，从今以后必须听他的话，完成任务后就会转好运了。说完扔了套衣服给蜜桃，便带了他到太子西园避风头。蜜桃对后座的男人用双手一直抓女人的大菠萝感到新鲜，再转头望向车边好奇的蜜桃问了海胆为何女人要趴下，海胆说她肚子饿想要吃香蕉，蜜桃这时肚子也饿了嚷着自己也要吃，于是海胆立即拉开裤链，蜜桃看了大叫了起来。第二天一早二人乘船到南亚岛，这里是海胆从小长大的地方，但自从出了城就很少回去，这次回来以为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没想到船底生了青苔，没电船也开不动，蜜桃怂恿海胆把这破旧的船修起好一样可住人，但海胆却说搞不定这艘船，蜜桃用了激将法刺激海胆，你这样一事无成，难怪泡不到妞。后来海胆说溜嘴自己喜欢的女孩叫小慧，蜜桃鼓励海胆乖乖在这里住下来用心养鱼，赚多一点钱，个可靠的男人，将来小慧必定对你另眼相看。于是二人分工合作开始清扫，这个穿着短裙的正是海胆爱慕之人小慧。小慧是个音乐老师，这个泡在浴缸的男人是小慧男友阿诺，也是个区会议员。为了得到六叔的选票，阿诺拨了通电话到学校，拜托小慧带六叔去申请升国金，还说今晚有个应酬，明晚才陪小慧吃饭。没想到所谓的应酬竟是和另一名女人在泡鸳鸯浴。回到家的小慧只好播着自己喜欢的音乐，看着小时候拍的照片来打发时间。第二天男友一回来就趴到床上想睡了，小慧趁机趴在男友身上，男友翻身把小慧压在身上，问小慧有没带六叔领升国金。小慧忙着出试题一时忘记了，二人终于吵了起来，吵不到两句阿诺便起床穿上裤子回公司去了。这天海胆捉弄蜜桃，把一桶水泼向蜜桃，湿透的蜜桃赶紧到浴室洗澡，在外听着流水声的海胆动了邪念，趴在小船上从缝里偷看蜜桃洗澡，看得尽兴时被阿诺的叫声吓得掉进水里。蜜桃连忙裹着条毛巾走了出来问道发生了什么事，看见一大半男人站在对面船，松开手向男人打招呼时毛巾掉了下来，两颗大菠萝一览无遗。阿诺更邀请了蜜桃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海胆明晚到家里吃饭，蜜桃对海胆的红酒很有兴趣，于是海胆递了一杯给他，蜜桃把整杯红酒都灌进了自己肚里，不一会便醉得不省人事。小慧把蜜桃送到一边休息，出来后却看见海胆和阿诺在玩呼锅巴掌游戏。深夜小慧在厨房收拾，海胆在沙发上睡着了，阿诺走进了厨房从后面抱住小慧，欲火难耐的阿诺把小慧压了下去啃食香蕉，接着把小慧抱起坐到水槽上大干特干。小慧的吵闹声惊醒了海胆，看着阿诺和小慧爱得如此激烈，海胆跑了出去，以为海胆看不开想寻死的蜜桃追了出来，却一个措手二人都掉进了海里，有蜜桃陪伴的海胆最终还是很快的开心了起来。经过了这么多天的努力，反之终于有了个样，海胆还把一桶鱼倒进鱼排里，为了答谢蜜桃，海胆买了蜜桃最爱喝的牛奶请他喝。到了晚上反之终于有电了，小慧这时来找海胆，二人把船只开到了海中央，小慧在灯塔的照耀下告诉海胆自己不知自己想怎样，老是觉得非常寂寞。在情到浓时，小慧主动吻了海胆。第二天海胆背着蜜桃大声说那天大神给他的彩票中了奖，于是到了学校拉了小慧上船庆祝。蜜桃再次睡得不省人事，二人在夕阳下聊起了当年的往事。正当海胆想对小慧说我爱你时，阿诺突然出现打断了氛围，并把小慧接走了。但海胆又被醒来后的蜜桃怂恿几句后，大声地对小慧说我想和你在一起，但小慧最终还是拒绝了海胆的好意，选择继续留在阿诺身边。绝望的海胆到了灯塔下吹起了口琴，蜜桃顺着口琴声找到了海胆，再次鼓励他不要放弃。想通后的海胆决定办好鱼排，从今以后只为自己而活。另一边阿诺邀请大老板来家里做客，老板觉得小慧实在一杯酒都不愿喝，看着阿
阿诺频频为自己挡酒，小慧也只好勉为其难的敬老板一杯。后来小慧有点不舒服，到了房间休息，老板这时尿急也跟了下去。找不到洗手间的老板看见一旁在睡觉的小慧露出束胸，便趴到了小慧身上把胸罩解开，看小慧没反抗，干脆也脱去了泳裤。而阿诺也被老板的女人在楼梯间死缠烂打，阿诺见女人这么主动，不吃白不吃，便任由女人放肆的在上面劲头十足的摇晃了起来。此时被弄到马苏的小慧睁开眼一看，大喊了起来。阿诺马上跑进了房间，老板解释道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便走了出去。次日阿诺到船上找海胆谈收购鱼排的事，还说对面工程正进行的如火如荼，一旦水源被污染，生物就无法生存，连鱼都无法养活。阿诺老早就看穿海胆搞好鱼排只是想证明给小慧看当年不选自己的后果。阿诺更说自己跟小慧在一起那么多年感情越来越淡，愿意把小慧让给海胆，但海胆听了依然坚持不卖鱼排。蜜桃上门找小慧，并和小慧说了阿诺为了想谈成生意竟想把你让给海胆，但小慧却说就算和阿诺分手也不会和一个完全没感觉的海胆在一起。后来还道出了自己当年还未满18就被阿诺弄得浑身酥软，在武力反抗下让阿诺给上了，还教唆蜜桃若有男人想占你便宜就叫他去洗冷水澡降下欲火。回到船上，蜜桃开始疏远海胆让他碰自己，为了安全起见命令海胆赶快去洗冷水澡。蜜桃对男体感到好奇，趴下从门缝偷看海胆洗澡，却被海胆大叫一声掉进了海里。第二天蜜桃患上了重感冒，海胆煲了粥正要喂蜜桃吃时被蜜桃哄了出去。蜜桃开始担心身为天使的自己从未生过病，难道是动了凡心才会这样。香港天文台此时发出风暴警告，八号东南烈风信号线正悬挂，市民应尽量避免外出以免发生危险。海胆忙着把小船绑稳，另一边小慧拨了通电话叫阿诺来学校借自己，但阿诺说忙着打牌没空，叫小慧自己回去。为了不让自己坠入爱河，蜜桃连忙叫海胆趁台风刮起去跟小慧献殷勤，但海胆对小慧的感情已死，知道现在谁才对他最好。即使蜜桃知道海胆的心意，也拼了命捂住耳朵不希望海胆说出口。后来海胆一气之下到了学校借小慧，就在这时一棵树被强风吹倒，从窗口砸了进来，来不及反应的小慧跌落在地。看到海胆的小慧露出了笑容，并在海胆的护送下确定了这个人就是海胆。到了家的小慧拿了条红色毛巾给海胆擦干身体之后，把自己趴光从后面抱住海胆，并对他说自己已决定了离开阿诺。海胆望着鱼缸里的金鱼想起了蜜桃，就在小慧双手正要伸进去时，海胆决定回鱼排找蜜桃。上天为了惩罚坠入爱河的蜜桃，刮起强风把船只吹到摇晃的厉害，船板被吹得翻了开来，蜜桃一时站不稳跌落在地，手上拿着的玻璃罐掉落在地碎了，正要伸手触摸时不小心割伤了手，流出了凡人才会有的鲜血。蜜桃已不再是天使，变成了普通的凡人。蜜桃稳抓着鱼排不放，海水汹涌地拍打在蜜桃身上，鱼排木板被狂风掀开，蜜桃拼命喊救命。划着船的海胆心急了起来，立刻跳进海里游了过去。见到海胆的蜜桃对海胆说了自己已爱上他的事实，暴风雨过后总会迎来天晴。两头不到岸的小慧决定为自己而活，到外面见识一下，临走前到了鱼排向海胆道别，并把自己在洛杉矶的电话号码递给了海胆。海胆也把鱼排卖给了阿诺，得到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和鱼排道别后，海胆和变回人类的蜜桃驾着船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看着四边无人的蜜桃终于把自己趴光，一丝不挂地对着海胆。海胆此时走出驾驶舱，把蜜桃推倒，顺着船只的摇晃把蜜桃推向了高峰。蜜桃成熟是三只蜜桃仙子，是1999年由钱文琪执导的香港情色片，并由方正、王舒淇、黄子扬担任演出。好了，故事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喜欢鞋仔的视频就按赞分享订阅吧，下个视频再会。